教会楼顶的牧师教咱的中间，伊所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特别的你，特别的你。我感恩主耶稣，赢过一切。伫教会里面有上帝真水的应允，通过上人的示范甲生活中，互咱知影一项事：上帝所应允的，伊所祝福，伊所听到。伫主耶稣基督面前，要来保守咱每一个人心心灵，领受永远福气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来聚集。咱所领受的是一个主日礼拜，咱所领受是上帝的应允。照圣经所讲，上帝所应允的话，无一句未成就，因为伊是上帝。愿主稳定平安，扶持咱每一个人的生命。在咱所徛起的所在，在咱所经验的代志，以及咱生命中间所拄到每一项事，拢在耶稣基督面前，有一摆看见上帝光明甲开眼。咱知吼，身躯真了紧，所以常常有咱咧运动，啊，这个是健身，还是啥物活动，希望我家己身体真健康。我可能今仔日上人的显示，啊，不只有开眼，无唔对，一生中间跟对主的脚步，总是。咱若看了这项事，身躯若要健康，平常时就要训练。我着想着信仰也同款。咱个信仰吼，毋是干一礼拜吼，咱一届圣经做一礼拜，咱是逐工安怎去领受？照诗篇所讲，迷离三思，摇摆无法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逐工思考上帝话，是毋是？教会上要紧个两项事，头先是读圣经，用上帝话做根基，接着往后面带。第二就是常常祈祷。结果祈祷会甲这个读圣经的查经班，我是国教的普遍人数上少，啊，足足奇怪。原因是啥物？因为基督徒所在所领受，甲伫所行中间有一个真大的距离。愿主帮助咱，伫今仔个圣经中间，互咱知影一项事：你是上帝所看最宝贵的。上帝当，互你向前的，绝对毋是迄个刑罚，嘛毋是迄种审判，是伊的疼。教保罗所讲是啥物？基督会听，激励我勇敢来向前。细汉的时阵，我常常伫我住台中港路，中港路啊，中港路吼，迄个时阵啊，总裁真少有厝，啊嘛真少有啥物车。啊，中港路拄啊开通的时阵无偌久，我跟三个小弟吼，四兄弟啊，拢看公车几班吼，啊，因为。久久会拄一摆，感觉算也真趣味。啊，有时阵厝吼，细汉的时阵，搁会饲这个鸡啊吼，鸽子有只，哎呀，看虽然只有三四只尔，不过真趣味。啊，迄时厝顶吼，因为是土角厝，吼，高山土角厝，啊，住迄个厝，伫咧厝顶中间吼，爬，有时拢去爬去，去帮爬啦啦吼，啊，爬厝顶足简单嘞，看得起。啊，起来看下啥物，看下日头、夕阳，哇！够水，规天吼，我安红光光啊，真水！哇，上帝，只是细汉讲，上帝你创造遮个吼，真是太水哦。主日学老师甲阮讲，嘿，上帝创造天地，我是细汉吼，听主日老师咧讲，哎呀，创造天地真水，你们这是上水，这可能无一比这个水。但是有一个声音，敢对安尼心中一个安尼发出，讲无。这不是上帝，上帝不能安尼。上帝，那上帝是什么？上帝讲，上帝就是你。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，特别不同款。但是我无法度思考这个话，所以细汉时阵，我们教那些老师、当老师吼，啊，从六七岁十岁，就是拄啊国中一年级七个男生吼。安尼，从小弟嘛同款吼，啊，因为我是闽南，所以该同齐读。啊，伊是拢去二级的什么团？哦，嘿，不是光头，是平头嘿。啊，所以吼，阮七个吼，对迄个教会、中英教会，然后开始伫迄个所在，吼，阮自称为七仙男男。哎呀，哇，大家，我是招得了招得吼，我是反正讲这吼，你若要知影信仰，就爱先看人，人拜啥，你知影了，哎，该咱。啊，细汉时无输着，有一届请阮吼，啊请我祈祷，有得神，你来祷告，啊，你知道，即我祈祷拢
家己祈祷就好，是正面就我唔敢，迄个心真细汉，安尼好就祈祷，祈祷煞变成牧师，我甲换手，好来甲你大汉做牧师，吼、哦。现在做牧师了后，即句话我做慎重的吼，哎、哦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来咁换手，你爱做牧师，结果拢安尼成就的，吼、哦、啊。但是我听句话了，对答了，我就心肝一直想讲，我做牧师。我看到牧师做辛苦，我走来走去吼，有时甲听到就是不离啊，哦，讲做牧师啊，是啊，感觉唔好。结果吼，你愈卖吼，上来愈卖，哎，啊，这毛我无法度解释这个代志，总是一路行来，你发现着上帝真好了，人一生中间吼，一点滴拢是上帝面前。上帝有真大个带领，甲伊个引导。你看，每一个人拢真特别，所以即个特别个下面吼，看出上帝予你个生命有真特殊个意义啊。我一摆早起时，啊伫广场吼，到有一个广场啊有跑去，啊伫遐咧运动，几年前，遐运动吼，突然间吼，听到一个囡仔过行，伊过来，拢看到到位就讲：“妈妈，你看啦，妈妈。”大家叫嘛，我听出一个，妈妈一看，耶稣在运动，耶稣在运动，后来慢慢到了，哦，是牧师啊，讲耶稣啊，那就你可以去隔壁囡仔拢常来教会，我再讲讲教会，哦，这样有滴活动，人讲耶稣在运动，啊，你想到这样子，你也会提示哈，每一个人拢上帝代表，哦，咱是有限。当时有上帝拣选咱真侪伊的子儿，所以咱的每一项事，伫人无的上帝万能拢伫，伊要通过你来真侪伊的见证，甲福音的出口。毋是因为咱是甚物人，是因为咱所信的是甚物人。虽然咱人一生中间拄着真侪起落艰苦，你无拄拄爱随波逐流的，做几多道理，咱成为中流砥柱。因为伫生命中间，你看到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嘛是安尼。人一生中间，就是因为有失落、有起有落，所以看出人的生命是遮尼真实。啊，因为你真特别，所以上帝创造你，予你明白，为着你伊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。你知嘛？这个宇宙真大，这个有银河系，有月，有星太侪。但是我相信吼，就像顾永康牧师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这个伊创造天地万物吼，可能挖一个星都有呢，安尼分一个开都可能有，可能安尼眯一个吼，银河系就跑出来了。因为是上帝，我认为第一。要创造这个拢真简单，对无？ Yeah. 但是吼，敢若独独你甲我无共款，为着咱吼，为着拯救咱，啊，保守咱，疼惜咱，伊费偌济功夫呢？伊替咱受着鞭挞，费出偌力气的，互咱受刑罚，替咱受刑罚，伊为着救咱开功夫开偌大。所以你敢知影你家己有重要无重要？很重要。基督徒上大失落的一部分就是，未记哩你是甚物人，是上帝创造你，带领你，你是上帝真疼保守的囝儿，无上帝未替你顶的是伊家顶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角度来思考咱的人生，思考咱的生命，你想看卖，你每一天那活的清清菜菜，就哪就失落上帝对你的疼啊。你每一天活了有意义、精彩，在上帝面前领受欢喜快乐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，那个生命就无同款。所以基督徒人生是无同款的人生，是有真特别的，是特别的你，特别的领受，特别的看顾。但是咱人一生到最后时阵，有时阵忘记你家己是上帝所定，这真可惜。甚至有真侪文书，有真侪材料，但是无法度在做面前来拜，啊，这嘛真可惜。古早有一个乞丐。后来死去，然后朋友家办这个丧事了后去因厝吼，甲倒整理物件，捡捡看看，佫看到啥？这乞丐吼，十天吼食袂饱，啊穿袂少，结果拿到迄个所在看到有一把刀，哇，这把刀真特别，咦，提起吼，啊手来了后，提起从迄画人去鉴定，哇，画人看见惊一个，这是十八世纪的作品啊，哇，真特别咯。这个过去看，哎，后来哦，一百多，价值200万美金，200万美金。可是这个乞丐伊不知影，伊不知影，伊一天一顿啦无一顿，啊，
穿啊，真真垃圾，啊，佫穿袂少，啊，睏袂好。无怕算伊背后中啊有一百万、200万美金，伊拢毋知。即吼，即个故，即故事嘛，我一大启示。伊想看咱人一生一路大个生命，是上帝所引出，上帝所显示。你毋通到最后是我毋知主啊，原来我是遮尼宝贵啊！我是遮尼宝贵，佮遮尼上，遮尼要紧，上帝看我最重要。所以咱伫生命中间来活出迄个意义是，要安怎来回应上帝伫咱个听？要安怎予特别的你伫特别的上帝面前来领受这个特别的听堂？圣经内面耶稣捌讲一个比喻，咱真实有5000，啊啦，有2000，5000。啊，这个上帝照这个予西仆人安尼来做这个着较远个所在，予因去来经营伊个事，并且5000、2000、1000。到最后结果是两灾，5000×5000，2000×2000，1000吼，讲一句话，嘿，伊听，啊，到其实讲是真话，讲主啊，你若无正做，就要收成，无线就要收，所以吼，我着讲你去来好好，你看，即个人就无惊，佫幸福你。伊想讲主人大概，嘿，讲啊，这袂歹，无怕啥，主人真严格甲讲，讲呢，着照你所讲。你既然知我无钱，也要收无线，也要组织，你敢袂当去你银行生利息？你看，又恶又懒的仆人，连金币都无好可能，结果将伊的退货，搁较有诶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哦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拿走，有诶搁加添利息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内面，你知影一项事，不是5000，不是2000，不是1000的意思，是咧讲啥？上帝乎你诶生命，乎你诶人生每一工。你要安那来回应上帝的听答，唔通去浪费，唔通去偏大。所以，你大细呢，对袂当讲啥。我吼，国小读册就是为了好成绩，高中为了啥物？高中为了考好个大学，大学为了啥物？然后娶好生囝，成家立业，结果囝儿孙娶好势，爷老面都一间较好金，哦，都是望地过较水，风水较好。但是呢，你若活安尼吼，这个不是人的生命，你知道吼？上帝不要让人为了你，就是目的，神创造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你有好的目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干嘛呢？你心嘛心嘛在，都不是安尼，那不是安尼，咱的生命都唔通对世间咧走呢。不是讲迄无要紧，是听咱信我上帝所求的。我感恩伊阿叔，圣经嘛讲，独独大神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这样子拢刷奖予你，无论你生活生命中间所有的，上帝敢无看作宝贵？你想看卖？耶稣就讲一个百合花，吼、哦，无伊无芳泽，嗨，上帝予伊遮尼极水极香木，不说问极水极香木的时，都无比这花较水。你知道有一种花吼，伊到后边种不种，结果一年哇足水，迄花叫做昙花，吼、哦，昙花瓦布。你有教我讲，上帝创造这个花就一年，凊彩做做就好，无真水呢。而且吼，我搁听阮妈妈不煮，我叔妈不煮，我讲讲迄个会当煮，会煮做菜，真好用。一个七角，七角安真细只，因无接触李春明，因无为着要你来预判什么，上帝就允许因。耶稣讲是，何况是恁。人个生命唔通用忧虑、挂虑，也是世间的物质中间过头去超脱了后，才失去迄个原本你创造你的目的。所以上帝安那安静思考、静思。如果伫后尾，如果去照上帝，就照顾你，就照顾伊。何况是你，是上帝所听，有你定是你个，有你当作保护，为着你来行你世间的道路。但请问你个知讲你何等的宝贵？但是拢无输，你唔知呀？我。虽然宝贵，但是代表上帝失望，不料上帝跳定时给电报我解。你看哇，安尼制度真大，问题是啥物？问题是吼，你别你忘了是你给迄个意义性，是你给意义是人所有的罪，人所有的困难，人所有的制度，拢未大过上帝听。啥物物件比上帝听较大？你讲我听，敢无？无啊！所以因为上帝听大过你的困难，大过你一切的中间的挑战嘛，大过你所犯的罪，所以你太可以当讲，遐罪大过上帝。
无可能。所以叫做头先，咱来把一个真大的信心，就是你是耶稣基督面前受死所救赎的人，你就爱家己上帝的道路，因为上帝听耶稣基督听，激励你勇敢来向前，敢不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基督徒是作幸福。有时小我讲，我拢甲听你姊妹讲，信耶稣有好无？偌好，真正好。阮教会有一个十才四十万年做主席，即马啊洗礼了，厝边头尾大家各落面讲一句话，伊袂晓讲，伊毋捌字嘛，哦，伊同样是善，伊对创世纪，伊查经看来教会查经嘛，已经查第七年拢无停，毋捌字哦，但是来查圣经，哦，啊，记得人拢厝边讲信耶稣，心上清，真正好。哇！你若无拜，哎呀，遮伊吼，伊才要拜吼，若是过年时，暗暝两三点起来，甲伊先生吼，万年的庙，大大细细，根据内政部统计，我毋知几年前，七十四间大庙、小庙啊，算得完。啊，结果我走走咧，足惊倒一间拜无着，就无平安。我慢来三更半暝，哎，即满八十外岁，哎，逐位走，逐位逐位走动，结果吼。迄个我搁乌到我巴肚去啊，徛起袂无好势嘛，所以讲啊，迄过年上无用。啊，即摆我信耶稣，哇，上用啊，上清啊，毋免去单位拜，啊，搁真平安吼。嘿，耶稣来吼，我平安就到。所以咱心就真好。你看吼，信仰无拄拄讲出我信啊大道理，啊，信仰就是生活嘛，信仰嘛是教条。啊，圣经吼，一本圣经，这嘛是要互你增加知识个。我上惊吼，教会一直咧讲信啊，讲到久了吼，却无上帝去咧。啊，讲了吼真有知识吼，却无听伊。所以吼，信仰足简单，信仰就是生活。圣经毋是要增加你知识，是要改变你的生命。这上要紧，你生命无改变，你搁挖较济嘛无效。问题是了上帝话，要真侪你大个根基，互你照这话去行，活出基督的盼望。感谢上帝，咱。是永远福气的人，所以咱叫永福教会啊。这永远福气，就是讲什么？就是耶稣改变，你就永远的把握，永远的应允，因为上帝应允每一句拢要成就。五千、两千、一千，要讲的就是安尼。我的生命，不是你五千，还是你是两千，是在于你有回应上帝，互你听，来到伊面前，领受伊一段舒服的帮助。你看圣经内面吼。阮一礼拜有六个查经班，阮读圣经的时阵就咧研究是，安尼讲，你最最有用个信仰，每一个历史的人物，每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其实吼，无一个是完全的人咧。你讲摩西好唔好？够好。摩西吼，比我更加摩西老师讲吼，比我更加高光辉啊！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其实有小发大志，其实即摆嘛差不多啦。特别是我的国语很没有标准。迄个妈妈讲要阮教是，因咧细汉的时阵，结果上帝才用这个角度。你看摩西吼，伊嘛，但摩西有口才，但结果上帝无袂记，讲啥？啊，我是多口笨舌的，有无？啊，你用一嘴食西靠面啊，一拜、两拜、三拜、四拜，一连续五拜。不过我比摩西较调皮啊，吼，摩西五拜，我是十六拜，推辞上帝。到最后一摆做兵退伍的时阵吼，才知讲上帝真正无你搞开玩笑，陪伴啊安尼，唔敢学别伊啦。但因为你看摩西上帝嘛是拣选伊，代表一个细汉囡仔上帝拣选伊，一个做恶多端的保罗上帝拣选伊，一个泥淖的约书亚上帝嘛甲讲，虽然你泥淖，但是要还袂得的地，我因为你地继续进前。看上帝在拣选人哦，无看年岁，无看背景，无看性别，一切拢有上帝极其大的带领。所以你想到这是，你行路就小可爱敢若有风的。你爱知讲你是上帝所听，我所要讲意思是，你教经的圣经说，妖化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呼求你的日，你就应我，你鼓励我，我心内有快乐。你第五十爱，第三十爱讲。所以上帝常常在鼓励你，唔然鼓励你，圣经甲你讲，
亲像云彩花的见证，云彩花的见证，你的四周围，你东边看、西边看、平南边倒去看，都看到上帝的见证。你即马想看嘛，在甲教会真久，你有听到真侪见证无？有无？来，有无？有。你家己本身有上帝听你的见证无？有。阿妹，即马吼，这个见证你着常常去思考。那失去基础的听，你安那连接来跟对主？你按照你现在行做的道路，发现你按照行，你即马就爱路，做出发出迄种的光，迄种的热情，迄种的快乐。所以基督徒谈到伊吼，也是礼拜，也是聚会，你要迄个热情的心来到主面前，临时免惊大声，哎，祈祷免惊无人听去，哎，你知道做这代志做，圣诗254首下讲，我研究出来啦。唔惊见笑，我看真少人团体古早的时阵吼，去参加食饭来祈祷，我说唔惊家己祈祷这么难，这么济难。啊有诶吼，蜜蜡会吓，我去遐，我说我祈祷了。你当去面前那是火灵伊诶吼，伊主耶稣基督面前上帝嘛火灵伊诶，你无面子啊，感谢感谢上帝。虽然是安尼吼，上帝嘛依然疼咱，依然机会一摆过一摩，因为咱拢咧学习，伊嘛比第三摆嘛无认真，但上帝可以做教会的主，有无？所以咱吼唔通看家己的软弱，过头看上帝疼咱较包容。所以咱相信上帝真好不思议代名，来看见伊的恩宠。马太福音187三月初九来到台湾，然后伊今日伊之中间就是北部宣教基坛主任。一间马拜到家人的所在，传福音。伊一个学生，也是头一个学生，彼时阵嘛是唯一的学生，叫做严清华，人叫阿华。结果伫家人的所在吼，伊就讲家阿家啊，人阿人啊，只用古早的叫做家人啊。啊，家人的所在吼，啊那伫一个庙口传福音，报道，马家牧师，伊去另外带阿华做见证。啊，马家老父亲人叫何秋欢。啊，去这个阿华做见证的，啊，做见证，啊，我真系微微小看，啊，叫我起来做见证，而且遐人是识我呢，遐人是识我，大家看这阿华咧比什么吧，吼，啊，甲这个何秋欢咧比什么吧，啊，阿华站起来，煞无，煞唔敢讲话，紧张啊，唔敢讲话，你捌紧张哩，但顶煞唔敢讲话哩无，你唔捌吼，我捌哩。我来听听看，他要讲啥物事？要讲啥？结果，哇！这个阿华紧张啊，马家牧师在唱这个诗歌，无是无信心啊，伊个就是养精神神，有信心。我今救主，我今救主，我今后个小花好大感情做经历。阿华听着，就讲国歌呢，同你讲，即句我拢背起来。阿华甲讲一句话，就下台一句讲，伊讲啥？讲我是阿华，我歹信鸟气嘛，甲歹吼啊，这个的偶像吼，上帝听我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唔忙伊嘛真侪恁的救主，啊，下台一句讲，足简单嘞，一句话。但是你唔知吼，家人的地方吼，头一摆看到耶稣基督，也是对阿华的主所讲，感谢主，伊是咱北部第一位信徒。也是北部第一位本地籍的牧师啦，严清华阿华。所以我这真奥妙，我嘛想讲奥妙，你计算做奥妙。你莫讲牧师今日开台前，我一届嘛关心过伊咧开会，伊咧开会，莫讲讲快紧张，我请一个助理、遐救护队那些姐妹们笑得，哇！牧师这是今天最好笑的笑话。我连台顶都袂紧张，会啊袂？我讲，我会紧张，而且哦。我是超级紧张的人。我早我会去头一摆徛伫讲台，伫屏东正兴教会山顶个所在，为着要准备迄篇个讲章，范老师叫我讲来，刘老师来，来一点讲到，哦，迄个准备够好个，逐工读，逐工写写写，逐日写个字条，搁写搁写，才来，结果要剩一礼拜，足紧张个，逐工啊四五点，屏东日头就走出来，啊天曝光，啊鸟吼麻雀伫个。山仰唱，冰冻做到正山仰，我山仰唱到，哇，七鸟伊啊，
提起钢珠吼，开始伫遐练练习练练习钢珠。好，啊，结果吼，我听人讲看到林肯传记，林肯吼上场伫森林伫演讲，我就想讲安尼，我买来无一招吼，无看卖，因为咱无胆，结果去讲讲讲，哇，但是讲不收细声，惊车我无去吵，从敲鸟声当作哪个声，哇，大声，快跑跑跑，你鸟声好吵啊，但是佫袂倒转来。结果刷刷刷刷，哎，结果伊刚刚就吼变数走十外转，结果行刚才伊讲，哇，开始，哇，讲啊点外钟的感觉，下台一鞠躬，感谢主，结果才知讲只有九分钟，哈哈变得甜甜，但是我感觉不分如死啊，这样，哇，几分钟啊，足久的，规身躯唱歌。当然，我传着张老师啊，讲吼，哇，这罗老师足甘心的。我透早嘛，逐工啊，四五点，伫外口唔知啥物人，伊画来画去。啊，原来刘老师在练习练习钢琴。那因为我发现吼，那是我感觉真歹势的日子，但是吼，可是我离未来日子中间上要紧的基础。我发现着人一生中间吼，上帝拢有真大个点滴，人有当个人上无好食。因为讲困难就是不幸，哦啊，挫折就是年倒，这什么这什么观念？这种错误的观念。其实困难就是祝福，挫折就是成长，如果主动就是上帝恩典。你也知哦，上帝带领人就是安尼。你人生一个起起落落，你若知影这起起落落是生命中间所经验，是上帝对你的疼，你才为着这起落你来感谢。嘿，啊，到地方感谢主，嘿，无注意理财，无落注啊。你若发现每项事，你就知讲，逐项事有上帝好的意思。你看，今年敢是一个澳洲一个青年叫尼克，有无？无双手，也无双脚，但是吼，今年情人节头一天，前一天，哦，有一个小孩子生一个 baby， 伊去年结婚，哇，无双手无双脚，哇，我感觉这个社区的查经班的人讲，这真好，哎呀，因讲哦，我说哇，足感动人，足感动人。哦，那是阮后生，哇，实在是真好真好。全世界三十个国家行过，几千万的人都拢听过伊演讲，好唔好？好啊，赞啊！再讲一句话，原来恁后生好赞啊！那是你查某囝，你要嫁伊无？嗯，我想，你看，无你查某囝，你要嫁无？想看卖，讲好食好，食所好好，食食下面到食食好不好？哇，对起你的祝福，赞！可是吼，派息你给我，去购买。哇，戴十字项链你很容易嘛？那背十字架，派息你给就不简单哦。有无？信耶稣好无？那行耶稣的道理好唔好？嗯，这讲是讲，啊做是一回事，干安？圣经甲咱讲，若听见我的话，搁去行的，就亲像树起伫石花顶。但是，若听见我的话，无去行，就亲像去伫土山面顶。安尼真清楚啊吼！所以圣经毋是要互你增加知识，是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来照安尼去行。上帝创造特别的你，有特别的意义，有特别的目的。因为每一个人拢有生命，上帝互你的计划。你若活在上帝国度内面，我相信你每一工拢活得足精彩。你当讲一句话，就是代表所讲的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。感谢上帝，今天在座无论你信主偌久，还是拄来到教会，还是年岁偌大，还是性别，还是甚物所在徛起，经济好也无好，拢是一回事。还是你有甚款的压力，今仔日你来到主面前，圣经讲，落苦背担担，担到我面前，我要让你得着安息。特别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讲，你是我所保守，唔通为着家己来挂念吃啥物、穿啥物、用啥物，因为上帝看待你，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也了上帝。上帝要将一切来收束予你，搁应允你这个所在，你心意有讲了。若是敬畏我、超越我的，我要束缚伊直到千代。这句话不是人讲的，什么人敢讲这句话？只有上帝会当讲，而且上帝所讲的，的确会应允。我记得伫去年十二月，啊，伫这个法院伫查经。因为咱有一个查经班是法院，
啊，查经的时阵有真侪是法官、检察官，啊，甲遐书记官。啊，因每礼拜拜四、中昼时，伊拢用迄中昼休困的时间咧查经，看二十外个。啊，一届去年12月查经煞，我甲查经煞了，欸，有一个法官吼，啊，看敢若摇头甲面，啊，我着一个感动，着讲请安者，啊，因为伊敢新来是51期的新的法官，我着甲问好，吼，欸，平安。叫这个法官讲，头里有红签嘛，啊，人慢慢离开时来讲，伊讲吼，律师，我有真大个问题要真艰苦啊！小，我看真少年，他们一句话，他们一句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刚结婚啊？哎、欸，你无意义，我们是要当做亲戚啊。有时阵啊，讲咧，哎，你刚结婚，其实我看出少年，啊，你刚结婚啊？伊讲一句话，嗯，安尼、嗯，结婚啊，结婚啊，啊，伊安尼头顶一下结婚，哎，几个囡仔？伊在边仔咧？我想讲，哇，真好啊，生四个。无，伊不是，伊讲，我是我结婚四年啊，结婚四年，无半个就无啦。啊伊，哇，伊在艰苦讲吼，讲要求上帝给阮一个细囝，家己太太太嘛是我讲，伊那个求上帝给阮一个细囝，讲求四年，对有信心吼，求干啦，无信心。哎，目屎就来，哦，我看到伊，我就较鼓励。心吼有一个真大个感动，伫我个心，我个感动吼，我即个目标到即摆为止17年吼，敢若只有300即种个特别个感动，是关于着生囝个，这是第3摆，我真大个感动，是突然间伊甲我讲吼，讲是我有信心，求到无信心，啊吼，阮做伙就是做伙迄个吼，出侪风险，哦，试管呐，啥物拢做啊，开真侪钱，两个为着要配合即个时间。甲医生超咱两个拢疲于奔命，讲吼，真正是足艰苦，足艰苦。哎，你咱在座你无可能，无可能有人我都体会这种个感受，我想要是足艰苦。我伊几啊年、四年来吼，拢真大个压力。结果，伊这中间有真大个感动，圣经照罗马书，伊这中间所讲，上帝是好，是好无变罪无的上帝，是无变为有的神。上帝会当予阿伯来喊勇敢，你老以外物件，你想看卖，身躯百体上帝所创造，上帝敢无法度成就？伊会当失了这个信心，我甲鼓励，讲你要有信心，你才明白，你愈远愈感觉真绝望的时阵，你愈爱保持希望。是不是信心最高峰时候，就是人生上大挑战的时阵，才是信心高峰期？我说我有信心，头前照一个刀啊，这需要信心吗？无需要，这往不了刀啊，信心、就是。教徒贝莱斯说过，未信之事的实体，人非有信，那无信心，我得得到上帝欢喜。你要有信心，我敢去鼓励家己去。结果一阵在感动，甲讲明年吼，你先准备好势，红衣个衫裤准备娘准备好，听者，也替伊祈祷，也换手祈祷，感谢上帝。四年来，哎，真在今仔日而且，哦，崩溃八九日。一直哭，啊！这个查甫人吼，家在那边拢无人，因为阮是二堂查囝，吼无人，啊，所以二堂放声来祈祷，啊，真感谢，因为感谢上帝，啊，真个无事，好啊，今仔日够有信心。但是安尼结束吼，过两礼拜，啊，因拄好有圣诞节个活动，啊，佫有一个活动，所以我无去，我就互因暂停查囝到新年一年，啊，新年一年了后，1月份去查囝时，看一个报名书，哇、啊，看到大家伫遐咧。自己查囝煞了，伊嘛，哎嘛是拢无讲的，啊有人分享要带到三姨，但是伊无讲。最后，讲牧师，你等老来，跟你讲清楚。我想讲，伊要叫我替伊祈祷啊，我嘛继续祈祷。无怕神，伊甲我离我上边的所在，然后头我摸咧，牧师，我跟你讲啥代志？哇，我们有小孩了，啊，有小孩了。我现在还在做梦，你那天搞我祈祷了。我回去到进入家门，我太太马上告诉我，医生说我们有小孩子，而且是什么自然的。就在那一天，就是那天，伊开始有信心点到的时阵，上帝做真奇妙的事。我听了后，我心我嘛真大个感动。伊伫迄中间头毛呢，我说我怎么敢来搁咧做梦？上帝是真的上帝，
是活的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。你面前无一件是难成的事。我本来我一月份还要继续试管，要怎么做？这都不用了，都不用了。这么我是电话记得，我囡仔会当你这种健康长大来出世，你就看第一感谢上帝，你也记得。哎，姊妹，其实这见证太侪太侪，有足侪足侪，咱逐工所拢有拄着，常常咱的生活拢会经验着。但是咱常常去袂记，你莫讲伊对以色列人吼真无好，以色列人吼。你旷野四十年来，甲埋怨东，埋怨西，埋怨摩西，埋怨上帝，埋怨最后面，你爱埋怨都无得记住家己，只有家己解脱事啊！你讲以色列人哦，实在是真无信心。上帝听伊遮尼特别，安那会怪呢？哦，伊食有粉条，面食有啥物？有粉条，腹肚枵有啥物通食？麻辣通食，嘿，石斑甲出水来哩，哦！我问你，你捌穿鞋啊？穿四十年无歹？来，回答我说有哦。哦，哎，有时吼穿三个就无是相当是。另外，卖讲啊，有个姊妹下拄个鞋啊，唔是相。你知无？错个鞋啊，阿索皮鞋，男女的，都一个头尾甲你讲，我鞋啊保证互你穿四十年。无啊，但是你看，伊是个百姓，圣经来讲，我四十年甲你同在。你的鞋无穿破，四十年拢无害；你的衫无穿破，四十年拢无害。我耶和华上帝，感谢你的上帝，敢无看过你？你想看卖？有恶名无恶名？你一句一句来读，你的感受就很震撼。你记在你的心，原来咱的上帝是做恶名记名的上帝，两三百万的人，敢若一干要啉的水，你就惊着。上帝有法度养饲你，一干要食的物件，咱今日爱餐哦，来煮一顿。新人有法度拄啊，今日就爆啊！嘿，总破三嘛，明一个，但三四个斗三工，搁毋呐？不过拄对资料会真会焦着。所以我上帝养饲两三百万的一些百姓，伊的对抗也包括外邦民族。新人讲无上帝，上帝带领咱的生命。今仔日咱来到教会，你是真特别。照今仔日圣经所讲，啊，去今日所。上帝要成全关乎你的代志，因为伊创造你，伫你还未巴肚，你巴肚时阵，上帝就已经捌你。伫你生命还未经验一日的时阵，上帝已经写伫生命册顶悬。圣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就来甲你讲，所以你明白这项事，就了解这项事，你真特别，特别你有特别的听他，因为上帝听咱在做每一人，所以咱对大家咱也有信心，会记哩。既然你是上帝的子民，所以你唔通去怀疑你到底是甚物款的身份，你有甚物？你若是知影上帝救赎你，你就卖定定咧定人的罪，嘛唔通去随便定人的罪。你知影？以前咪讲，魔鬼是控，那控到地上，基督徒唔通常常去讲负面的话，讲讲轻话，这个未当。爱讲啥？造就人的话，爱鼓励。耶稣就鼓励耶稣撒加耶稣到马彼得，你是彼得，可恶，三拜无灵哇，干嘞？无啊！耶稣讲，你养饲我的羊，不过彼得古早的名叫伊索，碎的石头，上帝改定你叫你无叫西门，你叫彼得，变什么？就是啊，救活伊索，从碎石到磐石，可不可快？满足帮咱了，把大家。我让你告回，我让你在这么久以来机会，我连你信主保护，重新找回起初的爱，继续勇敢来向前。我相信，咱也未一个心哦，真大，大热心的心来传扬主的福音。中华关吼，应该每五年吼，都三分之一拢是基督徒的。你也相信吗？我相信。如果你知影最近的经典棒球赛啊，张国伟。播几天哦，大家在看电视几比几啊？虽然输五八了，啊输日本，大家啊，都团结在一起，那热情的心哦。如果你来当这种热情的心来团结英雄，那有可能。我爱亲人哦，你爱亲人哦，是讲扎金爽。你们旗下多年办的扎金，我拢无办什么庆生会，我那办的扎新年，扎新年是什么？对，你练习，你照他发的，哇，我来我去。我讲吼，明仔载要你大家早转去。我
果这个家庭护士等一下，一百比一百零一呢，台皮，对台语，一直在讲金鹰唱，好看，反正就是平手，马上就进就会比多比完，不过马上哦变一百零二比一百零一，我靠变一百零二比一百零二，哇金鹰唱，结果我连换换了我比，不会怎样，不瞒了，手干亮，我比较敢看，哦，我不哩看，无时间看看。现在站站的，又一个机会，两分球，哇、哦！我马盖站，你用点你，不是，我们是直指台皮的。马上会不转，哎、欸，好，哎，请问台湾啤酒可能比那个已经，哦，原来是指台皮，哦，结果中南赢的，哇，中南赢，哎、欸，结果延长赛延长被十五分钟，哇、哦，我。我十五分钟，我看嘛真享受。那姐妹，为甚物我会安尼？因为因个热心感染着我。感冒的传染，敢是会嘛？热心的传染，我也是感觉。所以咱个信用，你老热心热心传播英文，来是老爽。我今日礼拜，我今日做好哟。今日，跟他讲吼，你无来，你损亏大，有无？你个态度吼，你就知影讲吼，你大家受感染。哎，传播英，五年来就看关系。哎、欸，咱特别咱这个社区，信主的人会倍增。你在相信吗？阿妹，阿妹。你听我讲，你等下为被他们的祈祷，热切的祈祷。其他说，哎、欸，不是好，是真正好。哇，他突然鼓励。你讲，真大的改变，就先对你开始改变，然后刷脚的影响不济啦。你得先传到伊梦，你得先先去拍鱼种，等于哇，你他怎么带起来吃？连锁带他去啊！哦，辛苦啊！他怕了挂了就是去。哦，用态度来传统音哦，你不用百分之百，你只要十分之一那种态度哦，就不得了了。你看哦，所以关注方展览，特别的你，特别的故事，特别的生命来回应上帝，特别的听，撒开来祈祷。因为阮知阮所信的是真对，所以阮勇敢用真理的面前，感谢上帝因赏赐甲引带。今选阮真侪你的子儿，真侪上帝你的工。今仔日阮伫你面前聚集，毋是干那一个主日礼拜，是伫上帝面前领受一个使命，领受一个职分，领受你的规律，特别是领受上帝你极大的听。你听激励阮，人话话，上帝万能拢会。今仔日阮通过圣经明白，你创造宇宙万面，你今选阮，你嘛应允，嘛要鼓励阮。但是你面前服侍着你，我嘛要宣告，就照圣经所讲，出自上帝的话，无一句无亏啦。愿你帮咱，但愿阮在座每一个人，伫音乐教会，伫这个社区，伫每一个人真会成就，包括无多兄弟，白白领受上帝的上天的亏啦，甲福气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